请看经文，俄无明，夜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夜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。这一段是说明世尊善巧的教学。前面这个四句是讲的十二因缘，末后一句是讲的四谛。那么十二因缘四谛在佛法里面算是最根本的教义，他说明了人生、宇宙，也就是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。就十二因缘来说，它总共啊有十二条，说明了三世因果。过去的因有因有缘，无明云行，行云识，识云明思，名思缘六如，六如缘除，除缘受，受缘爱，爱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。那么这十二条啊，是循环不息，所以就形成了三世轮回的事实啊，也可以说是现象啊，成了这个现象。这十二条当中，前面两条是属于过去式的，无明是缘，行呢是因，啊，行就是行业。因为有过去式的因缘呢，所以才有这一生的果报。那么从识、名、色、六入、出、受这个五条，是现在的果报。十二因缘里面所说的无明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因为他所说的无明不是大乘经上所讲的根本无明，而是说的知末无明啊，所以它不是根本。根本无明破了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十二因缘无明虽然破了啊，也只能够断见思烦恼啊，真小乘辟支佛的果报。
来，多一点的，要认识清楚。因为无明，无明是迷惑，所以才会造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由于错误的思想见解，才会有错误的行为。那么既然造业，后面呢一定有果报啊，这个就是祸业苦啊，苦就是指的苦报。果报第一个是来投胎啊，也就是十二亿年第三个世，世是讲神识。我们中国人俗称为灵魂啊，他来投胎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来投胎真正的因缘是无明给写啊。那么父母实在讲呢，是属于正上缘啊。这个经典里面常说四缘三法啊，清因缘、素缘缘、无间缘、正上缘。前面三种都是属于自己居住的啊，所以外面呢，这个父母缘呢是属于正上缘。当然，投胎呢寻找父母也不是偶然的。佛给我们说得很清楚，父子之缘呢有四种，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啊，这个四大类。如果没有过去世，没有这个缘，他绝对不会生到一家，决定不会相识啊。凡是生到一家，凡是相识，都是这四种缘，只不过是四种缘的亲疏差别不等罢了。那么既然来投胎了，投胎的时候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什么都说不上啊，他就投胎了。所以给他一个名词叫名色，名是说的他有精神，他是好的。色呢，他有物质，物质这就是男父精母血为自己的身体啊，这个神识啊入这个细胞，跟这个细胞集合成一体，但是还没有长成人的形状啊。这个时候佛学的名词叫做名色啊，那么在世间法里面叫胎盘。那么在母亲肚子里逐渐长大，长成人的形状了，那就叫六乳了啊，叫胎儿，我们世间称之为胎儿。
十二阴明里面呢称为六入，就是它已根已经可以能够辨别眼耳鼻舌身这些形状啊，都形成粗啊，这是出生啊，从母体里面出世，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啊，所以从出生那个时候起，一直到这一生当中，都与这个社会接触了。那么出生的婴儿一直到他长成两三岁的时候，他只有粗还没有肉。不过现在我们常说现在的小孩很聪明，很小的时候他已经有肉了啊，就是有苦乐忧喜的感受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已经丧失了天真，在只有粗没有瘦的时候，我们观察婴儿，大概几个月的婴儿，他有粗没有瘦，从什么地方就观察呢？从他的动作，从他的表情去观察啊，就是饮食，婴儿的饮食，他吃得很欢喜啊，他会笑眯眯的，他自己拉下的大便呢他也吃啊，他吃得也笑眯眯的，这个就是说他只有粗没有瘦。当他有苦乐忧喜受的时候了，他就有了分别心，他就有了执着了，他就晓得哪些是干净的，哪些是误会的啊，他有了取舍了啊，所以他就有受。那么在过去农业时代，科技没有现在的发达，农村里面的儿童往往到七八岁，甚至于十岁的儿童啊，还能保持着天真烂漫，也就是说他还没有爱去有啊，他有粗有瘦啊，还没有这种贪爱啊，没有分别之处，一片天真烂漫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啊，不懂得人情世故啊，在他的生活观念当中，一切都是美好的。可是现在科技发达了，小孩一出生就在电视机的面前，所以一两岁的小孩啊，他就能够察言观色啊，我们一般看到是比过去人聪明了，
实际上说，他很可怜，因为他的童年啊，天真烂漫的时间太短了，啊，只有一年多的时间。到他懂事、察言观色的时候，他的天真已经失掉了，丧失掉了。啊，他有了爱了，啊，有了取了，爱取是缘，有啊，就是因的，这是心眼在世，又在造因，啊，受果报的时候，从这个投胎一直到受。都是属于果报，果报佛跟我们也说得很清楚，有两种，一种啊叫引业，引导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投生，啊，像我们到人道来，佛说了，过去生中一定修得有无界十善，由于这个因缘引导我们得生人道，但是同样是人，每一个人在一生当中的遭遇不相同，这是属于另一种果报，叫做满意。唯识经论分析的非常详细。那么有爱就有取舍，有取舍就有得失，啊，这个得失就是你又有了意了，于是这一生寿命终了的时候啊，又有来世的果报，啊，来世又去投生，这个投生呢就是识名词流入，啊，除寿呢就是老死，所以十二因缘为我们说明了三世因果为什么会轮回无尽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出来了，顺着这个顺序就是反复，永远在六道流转，没有出力的机会。要怎样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？那一定要觉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顺着这个顺序去走啊，是迷惑；反过来呀，是觉悟。反过来叫幻灭门，佛教我们去发现问题，去寻找问题，我们为什么会有老死，因为我们有生，有生就有死。为什么会有生？因为有业，有行业。为什么会有行业呢？
因为有取舍。为什么会有取舍呢？因为有爱恶。这样一层一层往上面去追，于是这个原因呢，我们明白了。事实真相见到了，那要怎样解决问题呢？佛告诉我们，这十二因缘当中，如果有一个断掉了，轮回的现象就没有了，生死就脱离了，永远离开了。这十二条里面有过去有未来的，那是我们力量功夫达不到的，我们能够做的只有在这一生当中，这一生当中起念五条是属于果报，果报只能够顺受，不能够除灭的。于是真正能够下手的只剩了三条了，那就是爱、取、有。这三个字只要能断一个，六道轮回就解决了。佛在经典上为我们说得很明白，六道生死的一因就是在爱，所谓的爱不重不生所破，念不移不生净土。这个爱就是贪爱呀，贪爱五欲六尘，贪爱名闻利养，这就是生死轮回呀根本的意义。什么人能真正的看破，真正的放下，他就超越六道了，就永脱轮回了。这是上上根人。如果在这个地方不能断掉，在取上断了也行。取就是取舍，我们对于一切法真正能做到不取不舍，不舍是顺受，是消业。
不娶呢，我不造业了。所谓的是随缘消旧业，不更作新殃，这也是出力的方法。至于从有善动，那不是凡夫能做到的。只有大圣人、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他们与一切众生和光同尘。表面上看没有两样，实际上迥然不同。像我们中国人众所周知的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他的行持不拘小节，在我们一般人眼光里面看，他不守清规，不守戒律，好像爱取他通通都有。事实上呢，人家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所以那只有圣者才能做到，我们凡夫学不到的。所以在有上段呢，那是上上乘的真实功夫，我们一般凡人只能够在爱取这两条上下功夫。这个话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相当困难。难在什么地方？这个爱取有啊，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习气。我们今天初闻佛法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可是境界现行，我们的毛病习气又发作了。见到顺境，贪爱的心呢，它自然就起来了；见到逆境呢，念恶的心呢，又起来了。这就是又顺着爱去又走了，又在那里造轮回业了。所以古德常常教我们要提醒自己，所谓是不怕念起，只怕觉知。什么是念呢？爱取有这些念头，贪嗔痴慢这些念头，自私自利的念头，这个念头一定有，念头一定会起来，因为是无始劫来的习气。要紧的是觉悟，净宗的觉悟就是一句佛号。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立刻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所有一切的念头，这就对了。
设地使设地苦集灭道，这四个字也是设地净宗的觉悟，就是一句佛号。当这个念头起来的时候，立刻把它换成阿弥陀佛，用一句阿弥陀佛代替所有一切的念头，这就对了。四谛是设的苦集灭道，这四个字也是设的两重因果。苦是现在所受的果报，集是过去所集结的意义。灭是修行人未来正得的果报，道是现在修学的因缘，所以苦集灭道是世出世间的两重因果。那么简单的说，苦它称之为地，地就是真实的啊，确有其事，它不是虚妄的。佛为我们讲三界痛苦，一般经论上常讲的三苦八苦，在此地我们都不必细说了。初学的人往往听到这个说法不以为然，认为世间的快乐的事情也很多，为什么佛都说是苦呢？这确实是佛所见到的是真相，众生所见的是幻象。何以见得呢？世间的乐事会变成苦，所谓乐极生悲也。世间的苦事它决定不会变成乐，苦不会变成乐是真的，乐会变成苦可见的乐是假的，乐不是真的。这些我们在讲习里面都说的很多，要紧的我们一定要晓得，为什么要来投胎，为什么要来做人，为什么会轮转六道，
这才是真正重要的问题。佛观察得透彻，观察得详细，佛告诉我们，真实的原因呢，就是身心丑业，丑是丑报，业就是过去所造的这些业。善业，我们身心的福报的下手。恶业呢，必定感得苦果。这才是真真实实的真相。世间人不了解事实真相，看到别人享乐，自己受苦，就认为这个社会不公平，老天爷不公平，上帝不公平，佛菩萨不公平，怨天尤人，这能不能解决问题呢？不能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又造了更重的罪业。我们换一句话说，他现在苦已经够受了，将来比现在还要苦啊！这是他继续不断的在造恶业，恶业绝对不会得善果。这是真理，我们一定要深信不疑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，我们要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，那就不难了。我们只要在因上下功夫，我们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了，那么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环境一定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美满，越来越幸福。可是这还不是彻底的觉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能除力六道轮回，纵然今生来世都修大福报，我们没有法子保证生生世世不造罪。如果造作罪业，福享完了，恶的果报必定又现前。所以这不是根本解决
之道，根本解决一定要超越轮回，那就一定要知道修道正果，这个果就是灭啊，灭什么呢？灭烦恼，灭妄想，灭执着，灭六道轮回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明了，不能不清楚，这四条当中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修道，道是道路，处理生死轮回的一条道路。佛在经论里面为我们说了许许多多的修行方法，每一种修行方法都是脱离轮回的道路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，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又说无量法门，可见的方法门径的确实是很多很多。这么许多的方法门径，哪一种方法，哪一条路对于我们最为适合，这是我们必须要选择的要义。不是方法上有差别，而是我们每一个人根性不相同，也就是说我们的迷雾不一样，我们的习气，我们的染污程度上不相同。如果采取的法门不适合自己修学，自己勉强去做，往往耗费了宝贵的时间精力而得不到效果，那就非常可惜了。因此选择法门一定要根据自己的
根性，根据自己的程度，根据自己现前生活环境，条条对我们都有利的这个法门，我们选择修学下手啊，就容易了。般若不错，是很好的法门。我们遇到殊胜的法缘，遇到好的善知识同参道友，对于般若的经论能够有相当的理解，古德常说理虽动物，事须见出，只有解悟道理明白了，清楚了，可是自己的毛病习气样样都还存在，都没有办法断除。换一句话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时时刻刻可以考验自己，譬如财色名食睡摆在我们现前，我们见色闻声还会不会动心？虽然我们明白了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我们肯定这是事实，但是这些幻象摆在面前动不动心呢？如果还有一丝毫爱物之心，顺自己意思起了一点贪爱的念头，不合自己意思起了一点厌恶的念头，那就不能处理三界了，依旧堕落在轮回之中。由此可知，这个修行方法难啊，真的难啊。诸佛菩萨对这事情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所以为我们开出一条叫门与大道，广度众生，那就是念佛待业往生不退成佛的大法门。因为断烦恼实在是太难太难了，
唯独敬重。这个话一定要牢牢地记住，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就是说，所有一切法门都要断烦恼，才能够超越轮回。唯独念佛法门呢，它不需要断烦恼，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行了。扶比断容易太多太多了。不仅诸佛教初学教我们选择这个法门，就是在华严经上文殊普贤教导华藏世界41位法身大师也采取念佛往生的这个法门。由此可知，选择这个法门才是真正智慧的抉择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智慧，是上上乘的大智慧。像文殊普贤这样顶尖的人物，绝顶的智慧，他在无量法门之中选择了这个法门，自己成就了，而且劝勉一切有缘的同参道友，普遍愿望大众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就无上的佛道，本经这一段经文呢，前面告诉我们，无无明，又无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，又无老死尽，这就是说明。佛所说的这些法也是属于因缘生法，因众生迷佛才有说，众生要不迷哪来的12因缘呢？所以这些法呢也不是实在的啊，他没有实现的，没有自信的。是因你如此，四弟也不例外。这个地方必须要跟诸位做一个简报。佛说诸法为什么
又说五蕴，又说十二处，又说十八界。实在，佛不但没有定法可说，佛是实实在在无有法可说。就好比一个大夫，大夫有没有药方呢？没有，大夫哪有药方呢？可是病人跟着去看病呢，他就给他开药方。木有病人，他也就木有药方。佛为众生说法，佛如是。这个众生在心法跟色法这两方面，他迷色法轻，迷心法重，佛就跟他说无蕴。因为迷色法轻，色法就简简单单的给他带过去。迷心法重啊，所以心法里面开受想行识，详细的为他开导。所以无蕴是对这一类众生所开的药方。那么十二处呢，恰恰跟前面呢相反，这个众生对于色迷得重，对于心呢迷得轻，所以十二处里面六根前面眼耳鼻舌身都是属于色法，六尘色身香味触法也是色法。你看色法讲的十几条，心法只说一条，那么一根是心法啊，就这个人跟前面那一个人呢迷的恰恰相反啊，一个迷色重迷心轻，一个是迷心重迷色轻，所以佛的说法就不一样了。恍然有一代人色心呢迷得都重，那么佛就给他讲十八戒了。十八戒里面六十是心法，六根里面的一根是心法，其余的五根是色法，六尘是色法。那么在十八，在十八法里面，心法讲了七个，色法讲了十一个，这是对于色心执迷的人，佛就这种说法。可见的，佛说法了，是应机而说。活活泼泼，没有定法可说啊！我们从这个地方真正能够体会到啊，不仅是无有定法可说，确实无法可说。所以《心经》上给我们讲，无十二因缘流转，
烟无十二因缘还灭，灭无四谛释法出世法，一切。